那个、啊。我们已经舞蹈一下了。啦啦木。哎妈呀！兩點廿六分，我哋啱啱到咗呢個正門啊！呢、這個叫咩營地啊？呢個係紅花嶺嘅 Auto Camper， 我第一次嚟，呢、這個係私人營地。跟住咧，佢有個特別就係可以有個汽車營地咯，可以揸車入去咯。不過我仲有車，所以就咁行入去露營。冇錯，呢、這個就係佢個大門啦、啊。跟住，咦？佢三門，我哋都係啊，我哋都係。前一台是用车在这个大门里入来，跟着我们未入来挂着拍片，跟着他就闩了门，跟着我们是门仔入来。快上 OKOK、okay, okay、是的，那这个就是场主啦，一入到大门呢，其实他就会指给你看有什么设施啦，还有大致上你那个型是可以扎在哪里这样咯。我们可以用哪个位置、啊、这个平这个草地都可以用的，他说呢现在只有两台客，咁我哋系第三台，俾大家睇睇呢个营地真系超级广阔啊！咁话说咧，呢个营地其实系分开咗大致两 part 嘅。咁我哋拣咗嘅呢一 part 咧，其实就系因为我哋带齐 gear 嘅话，就只系需要一个真系草地嘅空间，咁我哋就可以拣喺呢一边度扎营啦。咁如果有啲朋友系可能未必齐 gear 啊，本身好少去露营，但系又真系想一个舒服嘅环境去打下卡嘅话咧，咁你哋咧就可以去另一边，真系包咗 package， 会包车啊、包帐幕啊、天幕啊呢啲嘢，其实都有嘅。一阵我哋都会影到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。好，最后选址是呢度，因为呢度咧系离个厕所最远嘅位置。系啊，啱啱行去嗰边有尿味，所以呢度好啲，远啲。跟住咧，我哋呢度极空旷啦，就系得呢台客咯。但系佢哋啲人唔知道去咗边，好似而家出咗去。我哋不如趁冇人，最后就。而家咧，好似今日开始咧，定唔知几时开始，总之今日咧系可以喺户外都可以除口罩噶啦。不如咧，趁依家冇人咧，我哋去参观嗰架车咯。好少咗人，谂住买，但系最后都冇买到。咁你讲嚟做咩？冇机会买。参观呢架露营车，哇，好多蚊子，仲嚟食嗰只蚊。呢架系你想要嗰啲啊？系啊。上面仲可以开就是一个营，又可以上去瞓觉。好彩而家冇落雨，系啊，落雨就大镬了。本身 preset 咗喺度啊，呢、這个哦，好似系啊，我嘉华似系呢个本身 preset 咗喺度，呢个一个 package 就系唔需要带呢啲嘢，即系啲营啊等等全部去预备俾你。咁几好喎，可以同大家开箱一下，嗯。即是说如果我给那个钱呢，那就可以有晒这些东西了，那就可以在这里打卡了。哦，这样都挺新净挺漂亮，这是第一个这样的型，跟第二个好像其实是一样。是啊，这个呢，这个呢，这个这个哇，这个是卡cam哦。什么呀，这个不没客的，这个都是这样一个 set 这样来的。是啊， Defenderland又是付钱就可以有这个。记得了，记得了。哇，还有这个这么型的车打卡。喂，你在这里打张卡先啊。是吗？拍一拍先啊。我们这些不是付 package 钱的人。在这里拍一张相先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出回来了出回来了。到我到我到我。啊，帮我整个 hashtag， 车中扑真的很辛苦。啊！俾啲陽光你，俾啲陽光你。哇！車毛啊，我叫你車毛。哇！車入邊呢條毛真係好靚。啊！見到呢個啊，仲有呢個係小朋友玩嘅，小朋友都可以駛入去。你不如坐上去試下。唔啦，好靚嘅，好靚喎！影下個廁所。喂，帶大家睇下呢度嘅廁所。有得沖涼，同埋都 OK 乾淨嘅廁所。完啊！系啊，哦好啊。呢度咧，呢似个铺头嚟喎。呢度应该系有啲车嘅配件咯，见到入边有起型楼嘛。Ignore 我。喺呢个咁靓嘅，想影佢哋个柴柴啊！
頭先咧嗰個拉拉 move 咧，摁到傻咗啊！今朝咧又食咗個 lunch 係飲呢個凍奶茶，跟住搞到我而家咧有啲想。咁你咪去咯，有兩個廁所。咩啊？慢慢揀啦。呢度就我哋嘅基地啦。Good morning, madam。好啦，我哋啱啱已經 set 好咗個台，咦，有人打俾我。我嚟開門，係啱啱想講咧，我哋咧就已經起好咗我哋個營同埋個天幕啦。咁跟住咧，而家咧，我哋發現咗一樣嘢就係，我哋冇帶水啦，同埋阿餅咧冇帶個火機啦。而 Vicious 咧，我哋今次咧係用 Soto 嗰個黑蜘蛛架，係需要個火機去 touch 著個 gas， 跟住咧，佢而家咧就我哋咧就走咗去問個場主有冇火機。好彩佢有，但系啱啱咧，阿餅咧都出咗去睇下有冇其他嘢買，扭一扭。係。有啲咩發現啊？你喺出邊？好荒謬啊！好似去咯，好似去大陸一啲深交咁。咩叫深交？哇！嚇死我！好深嘅交易。對了，就是這個。呢個蜘蛛架咁靚嘅，邊個買俾你噶？我女朋友。有幾多電啊？80%啦，應該。我哋第一次真正好認真地攞呢部 DJI 出嚟拍攝，希望個製成品係靚嘅。希望個質素好咯。冇錯。不過之前，不過睇今朝睇，哇！有隻貓嗰度。邊度？啊！係貓貓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今晚我哋打邊爐，將屋企咧雪櫃剩低嘅嘢拎曬過嚟。我哋隱隱約約咧聽到有好多呢啲牛蛙聲，我以為肚餓添。唔知係真定假，佢話係假嘅咯啲牛蛙聲。嗰度有一個應該有一個牛蛙係 regular 咁樣播嘅牛蛙聲。我就話呢啲都有得假嘅咩呢啲？唔知錄唔錄到咧？好啦，开始入夜啦，我哋都放低咗部相机，专心投入煮晚餐嘅世界。我哋瞓先，听朝再见啦。哇，成晏过啊！啱啱好噶咋呢个瞓啊，好香啊！呢、這个肠系要附上佢嘅牌子啊。啲 paste 同埋$73，但系嗰日喺羊肉道见到$55喺度卖。羊肉道嗰个呃你钱？羊肉道冇呃我钱，但系佢第二啲嘢呃你钱。啊系啊系啊，睇、啊、清楚啲价钱先好买，就系嬲嬲地。香肠鱼，我冇。好，得。呢个少少镜头 ，OK OK。诶，咁样就靓仔啦。你做得好好啊！跟住咧，依班细路仔喺度玩嗰啲飞机，有得 zoom 嘅咩？有得 zoom 噶？哦。好啦，今次呢条露营片就去到呢度啦。话说嗰一日嘅 check out 时间冇记错，好似系12点左右啊，都唔会可以留到好耐嘅。如果大家都对呢个营地有兴趣嘅话咧，欢迎自己上网浏览更加多啦，或者亲自嚟到呢度自己去感受一下啦。因为今次呢个露营咧，其实我哋都系自费去体验嘅。我哋其实 overall 都觉得呢度真系设施有齐备，同埋都真系几舒服噶。好啦，最后条片就真系去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嘅话，记得 subscribe、like、comment。同埋 share 呢条片出去，记得揿埋 long long 就可以睇到我哋最新嘅片啦。唉，虽然我哋而家好少更新片，但系多谢你睇到最后啊！再见。